Amber， 我想听一下你对刚才舞蹈的。我觉得你的舞蹈基本蛮好，当然需要多学一点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你只说你学了一年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多多练习，那个没关系。脖子跟胸可以放松多一点，因为如果像这种，立麦，对对对对，你做，好像两个蜡烛，哈哈哈哈，看的看起来很硬，所以就把你的脖子用你的。不用这样子，比较用感觉放松。可是那个，我觉得如果你一直练习，你会了解，会更好。